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大猫。今天来一个女生宿舍教学，美女飞行中。算了吧，飞行不相传送。找到女子更衣室。在这里放两张床。美女提醒，记得要对齐。两个被子也要对齐。美女造东西中。还有晨曦，我爱你。小雪姐姐，我也爱你。美女成功。美女不会。劳资看看视频里是怎么弄的。美女观看。沙雕玩耍。我知道了，还有一个小型厨房。在菜单里找到厨房。缩小，怎么成这样了？美女尴尬。还有晨曦，我爱你。等我重放一个厨房。记得一定要弄成绿的，开玩笑。再放一个冰箱。再让本美女看看。嘟叽个嘟子，嘟叽个嘟，怎么了？是我三岁的弟弟的姑姑女儿要来了。还有一个学习桌，还有浴室。这里就是吃饭的地方了。学习桌我新换了一个样式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把学习桌弄宽。晨曦小雪，我爱你。然后坐在上面点击烹饪食物。然后再找到调节料理。就行了。
两个椅子和桌子都要对齐。在上面放上电脑和调节的料理，我都不知道我打错字了。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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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把调节料理放小。理是错别字哈，别介意。放小一倍。男生宿舍明天发教程。劳资就是懒，你能怎么的？粉丝，你又欠打了哈。美女认错。这里是女生宿舍，不要有男生想那个了。拜拜。